三、二、一，请启动。那现在呢，你可以看到里面呢有惊喜啊，就是我们的巨脸超人的超人们的代表。好，我们请所有的贵宾跟我们的超人一起来一张合照哈。林堂特价工，爱谁爱谁，我最棒，爱谁爱谁我最酷，爱谁爱谁我最帅，过来，我想睡哦，还要一起跳舞了，各位。平常休息的叮当哦，可以跟着一起动，好不好？今天一大早，我竟然睡过头。明明在梦中，我早就醒过来了。为什么早上会这么想睡觉？为什么早上会这么想睡觉？我们今天的活动环节最主要是我们林佳龙市长哈，他所推出的啊，我们的整个台中托老一条龙7-2-1政策里面很重要的啊，70%我们要移出啊，我们对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哈的这一个成果表扬，还有成果展现啊，哇，这个生龙活虎，那他们都以这一个最欢欣鼓舞哈的这个成果哈来展现给我们台中市民。那么今天也大概有将近快3000位啊，我们的社区的这一个长辈跟职工，大家快快乐乐啊，在我们的市府广场这边哈，来大家哈来展现我们的这一个过去一年所展现的这个成果。